我曹孟德的道路不会有。哼，你怎么看？ 我原本初毫不迷茫。为了讨伐董卓，各地的诸侯都响应了曹操发布的榜文，聚集起来。为了天下百姓，必须讨伐蔑视汉室、专横跋扈的逆贼董卓。 在曹操的推举下，袁绍就任了联合军的盟主。我还以为盟主之位非你这个发起人莫属呢。袁绍大人是四世三公的名门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盟主了。哦，这样啊！正义在我们这一方，各位冲啊！ 就这样，反董卓联合军举兵了，他们势不可挡地攻向了汜水关。